真抱歉，老师的所在，希望伊了伊了恁原谅啊！啊，没，你然后就是唔知啊，啊唔知就活该，对啦。啊，你目睭青年，我嘛感觉是命运。青春年少，目睭就失明，你是不往罗里去，或者是出世都无看。是迄个憨憨的，中着梦干山，人甲你憨憨，伊也梦干山，啊对普通人不真残忍。你小小的年纪，你也梦干山，互你无看。啊对啦，啊袂讲遮济，也毋知你叫做啥物名，啊恁老爸，你爹。你这个声好奇，要来问我的过去？我唔对，江家莲啊，有一段真凄惨的经过。我阁梦中结拜素兄弟，你若真是要知影，无妨我着老实来对你讲，其实梦剑客是我的外号。哦，剑客是你的外号。你讲你的身世，我听你的冤仇人是啥物人，而且替你报仇。我这名叫啥？叫做陈献林。陈献林，第一几年前，我爸母先我了后，本来我一家人是真好乐伫咧过日子，又过。但我天不测个风云，我老爸好心救人，居然去救到一个江山，介意我老母来陷害阮一家人，我老母被迫离开世间，伊也望眼山，让我变成一个痴迷的。这十几年来，老爸痴我，我本性歹命。我就是想要报恩仇，二爹，少爷，老实对你讲，我的老爸叫做陈国斌，什么？恁老爸是陈国斌？又何呢？恁老爸把恁饲到这大汉，唉，这个人实在真苦。害你爸母也变成如此，不要紧，这件代志由二爹来处理，我替你报仇。你讲是真实的，当然真实的。有恁对我的好，我是感谢伊哦。来者是客，记住，你别急我，安心留落来。杨哥，准备来接受恁的。你已经称呼阮二爹二表，等于是阴家亲，何需要这样客气？感谢你哟、哦！较紧的，阿奶，拜托对阮来，多谢。对对对对对，对阮来去啦。二爹，拄才你所讲话，我会记的，我嘛真感谢你愿意帮忙我。但是我老实对你讲，我从细虽然我手无看见，我连个老鬼出现，我一生在我面头前，无可能老鬼出现。干部大人，干部真好，把旧青年才给救来了。真有骨气，伊再三强调，伊的干部连个老会顺清。意思就是要予咱知影伊的能力，我想伊嘛无想要靠你的关系。